让你拿你不拿，那就瞧不起我了是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花果山13太保，听过吧？我就是老大。想当年我拿着两把西瓜刀，从南天门一路砍到蓬莱东路，我杀了他们3天3夜，血流成河。可我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我一眼都没有眨过。这么长时间不眨眼睛，你眼睛都不会干了？我眼睛干又怎么样？不干又怎么样？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？我只是好奇。你是不是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？我要说的事情跟我眼睛干不干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在想，你这样这么长时间都不眨眼睛，都不会干了。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干不干，干不干？这不是我要讲的，竟然听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孙建川。我在跟你说，我杀人不眨眼。你问我眼睛干不干？好，我去给你看干不干。我给你看干不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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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你还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，全部都帮你把它打烂，拿出来。全部拿出来。所以我说你们年轻人哈，真的是不太能讲道理。你说你跟我借东西，哦，我借给你了，然后哦，我不吃，谢谢。哦，我觉得吧，你们年轻人还是太轻佻浮躁了。我觉得还是，你别管来这套哦，要吃自己打。我没有想吃啊，不是你让我什么都拿出来给你打烂的吗？我。